要一个70。这里要大一个。这边是 B2。感谢你的支持，然后
阿明哥，我估计已经中了。阿明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就我们的兄弟的投手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关大元。我们大元，接下来介绍这位呢，过去也跟陈江的兄弟一起奋斗过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志宏教练。紧接着为各位介绍的是三垒手，三垒手是我们的黄泰龙教练。再来要介绍的是游击手。哦，下周自己冲出去了。胜利。今天的比赛延长赛拖得有点久，我们要感谢张子贤，所以张子贤礼拜二请星巴克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辛苦你们的球迷，不好意思让你们等那么久了，我就再等这个机会，谢谢。我们的教练团就是对球员就是都很像兄弟一样，很信任我们。谢谢你们，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你们同队。所以球迷朋友再一次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的安徽陈